这，行了，这是啊！哎，长官，这是什么地方呀？啊，跑这干什么？不想活了！哎，报告长官，我是小摊和打猎的，这不是刚逮着山羊，就被你们打死了，羊皮也完了，卖不上价了，只能吃羊肉了。哎呀，山羊羊肉的，你不要命了？现在到处都在抓人，你还往这跑？赶紧走吧！ 那我可打猎的，我怕啥呀？犊子玩意儿，怎么缺心眼儿呢？我让你走，赶紧走！不是，你这位长官怎么刚见面就说我缺心眼儿呢？你不带这么埋汰人的！你，你一定，什么你干活？哎，报告太君，我是打猎的。你一定有枪，来抓去！哎，哎，我枪，这个人不能死了！张英，你说什么？啊，你看啊，他呢打到了一只山羊，这山羊肉啊是非常鲜美的，吃了呢对身体是大大有好处。他要把这只山羊送给太君您，所以他是大大有功啊！太君您不能杀他。哎，就是，我们猎人呢都有这个手艺。太君，您把我带回去，我给您烀山羊肉，咪吸咪吸，大大的好吃，好吃。 <笑>你这人怎么回事啊？啊，那黄金的军人中你是你这种人从随便进的吗？就嫌你能了，还呼山羊肉，山羊肉我也会呼，山羊留下，你想我拿来滚蛋！这没的，你的身体得大大的。没错，我身体很棒，很棒。要是，你得回去。 先把肉的煮熟，我，胡熟啊，胡熟，好，好，好，胡熟，带回去。是。这位长官，我跟你说，今天你遇见我，算你运气好。我烀山羊肉不算什么，哪天我给你整只狍子，那味儿那飘香万里。 我看你就像只傻狍子，别胡咧了，赶紧走吧。走走走，我拿羊肉啊。好，嘿嘿。你看，掌柜的，撤，过去。 长官，你看啊，先把羊肉切成拳头大小的块，先用大火，然后再用小火慢慢的炖。啊，对了，你们这有香菜吗？你们不知道，这羊肉汤里头放点香菜，那味道好极了。<笑>兄弟，我看你挺机灵的人啊，咋这么不解释呢？你跑到这儿来，不成心找死呢吗？这怎么了？我不就是现在做的羊肉吗？<笑> 跟你说不清楚，你小心点吧。谢谢你啊，兄弟。哎，不，谢谢你啊，长官。哎呦！哦，不是啥子，就是他。马路的，哟西，不是马肉，太君。 山羊肉，我一会儿放点胡椒大料，放点葱花，马上就得了。带走。走走，哎，走，不是烀羊肉吗？去哪儿啊？哎，羊肉没切好呢，等我好，我还得回家呢。啊，太君，这个山羊肉烀好了，我马上端一碗给您送过去。嗯，张永富，你现在的表现大大的。哎，对了。 木村太君说的那个马路的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马路的，就是像木头一样。木头？算了算了，弟弟。哎，暂时不会。张嫂，肉得快快的，没事。那等那肉烀好了，我肯定给您端碗送过去。您放心吧，另外再给您带点好酒，行吗？嗯。<笑>
掌柜的这一进去，我担心他出不来呀，咱一定要想个办法把他救出来。那你说他就蒙俺呢？说你派他去侦查去，啥玩意儿？这就是不守纪律。就我老疙瘩也知道守纪律啊，可他呢？行了，咋的了？就嫌你能白活？听江院长咋说？二叔，你还说我？得了，得了，得了。你俩别叨叨了，行吗？怎么的？连夜攻打老岭沟？今晚攻打老岭沟？对。江大哥，这老岭沟有重兵把守，我们这么攻打，怕是攻打不进去啊。打不下来也要打。咱这回的目的，就是把野岛的部署给搅乱，给边山争取更多的逃生时间。明白了。就是让野岛活着不安生。松本太君，千金。太君，哦，来。哈哈，哟西，哟西。喝一个，来。啊，有戏，有的，快快的，米西米西。怎么样？哟，好吃，张嫂。你女现在大日本皇军的朋友。哎，太君啊，今天能吃到这么好吃的山羊肉，那得感谢给咱们逮到山羊的人呢。谢，一定要谢他的，我得优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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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怎么个优待法啊？那是秘密，你想知道？嗯，倒酒。哎，好。啊，他的一个人027的住，那个房间有点有点大大的。027，好好好，吃了吃了，这是。哦。得得可以，干啥呀？可以。哎，哎呀，去哪儿啊？这是。得得，给。不，滚！你开，你开。不是，去哪儿啊？这是。你滚！干啥呀？长得大大的结实。干啥呀，太君？哎，不是，你干什么呀，太君？不是，太君，你，哎，太君，不是，小鬼子，一棍子送给我。
熊鬼子，你很好，很标准的一块木头。喂，你先别动，我出去看一眼。小唐和都有抗联，命令所有部队守住金矿，绝不允许任何一个人进入老林沟。回谷司令官，抗联正在进攻老林沟，请你带上你的守备队，马上进行增援。是，我立刻集合部队。咱们小鬼子给他打呗。四周散开，加强火力，不要让任何人混进这里，不要主动出击，以免敌人趁乱而进。嗨，走，走。张大哥，差不多咱就撤吧。老李说咱兵力不足，待会儿鬼子的援兵一到，咱就腾脚就上了。张大哥，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，可现在不是硬拼的时候，撤吧。撤！撤！撤！报告大总，派人查看了四周，没有发现任何人。没有发现人？他们搞的是什么诡计啊？难道是抗联惧怕我们，又撤回去了？接到大总，鬼谷司令官，你们守备队是怎么搞的？竟然让抗联打到了这里！我知道，
们应该知道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帝国的命脉，是天皇的眼珠，任何人都不能侵犯这里。哎，何须的马路达，马上运到。哎。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那野岛立雄要是有点大将风度，也不会跟我发脾气了。司令官，我们特意赶过来，却没发现一个坑。我真不知道野岛大佐这是什么意思。哼，野岛立雄是不想让我安稳，别人都无足轻重，他把自己看得太重要。打着黑熊的旗帜，让我们不停地送马路的，真不知道到底在干嘛。这都不必说了。哎呦，哎呦！王永福，这两个小孩私自闯入禁地，撕拉撕拉的，你把他们交到那边的荒去，我们继续的追，明白？明白。走。操你老的小子！你俩嫌命大啊？啊？咋往这跑呢？俺们几个出来放牲口，牲口跑丢了，俺们几个就不能找，谁想到？排长，咋整啊？太君让把他俩交过去。交过去。你想让他俩跟黄小道作伴的啊？啊，找俩窝头，一人给一个，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啊？这要是太君过问这事儿，妈了巴子的，听你的听我的，你是排长我是排长，你赶紧带进去。是，来吧孩子，走进屋，来跟我进屋，快走。二狗，你说江南咋撤了？照俺的意思，你看一口气打到底，直接把老李哥的鬼子窝给端了，救出东掌柜，顺便把那鬼子枪啊炮全顺到咱黑风岭来。啊，那照你的意思，你还能一口气把小鬼子赶出东北呢，对不？老疙瘩，你要我说你啥好呢？你就不知道自己啊几斤几两？那你这还想着去指挥打仗呢，对不？江营长称你一声弟兄，你就自己以为是半个官了。我说你啥好呢？啊，你这叫啊，蹬鼻子上脸。二叔，你咋埋汰人呢？俺就想痛痛快杀一回鬼子。你说昨天晚上打一仗那啥仗，啥都没捞着啊，空打了一场。俺这是着急呀，你着急，江营长比你更急，知道不？他老姨啊，去给他送饭吃，他不吃不喝，知道不？都犯魔怔了。俺也帮不上啥忙。老疙瘩，就冲你这琢磨劲儿啊！我觉得你将来能有大出息。这样呗，改天得空，我跟江营长提提，给你提个一官半职啥的。那干脆，你就当我们的副营长得了。哎呦，这我咋称呼你呢？就叫疙瘩副营长呗。你看你二叔，你把俺说成啥人了？进老领沟，对，我的一个兄弟已经进去了，至今生死未卜。昨天我们打老领沟，就是为了扰乱鬼谷的事情，可现在看来效果并不好，所以我要亲自进去。第一，我要查清楚黑雪的真实面目；第二，为了营救我的兄弟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可
现在情况不明了，你这样贸然进去，实在是太危险了。这个险值得我去冒。这样，两天以后有一批壮丁要送到老岭沟，你等我消息。报告大佐，警戒排列的完毕，请训斥。我说过，你们都是我的朋友。张有富，请你告诉我，作为朋友，你是如何履行自己的职责的？卑职一职，衣不解带，恪尽职守，严防有人混入。这么说，你是大日本皇军的忠臣了？忠臣，大大的忠臣。别动，都别动。擅自闯入的小孩，现在就执行军法，一击下手。这一颗子弹太便宜他了，张有富，你背叛了大日本皇军，我要让你尝一尝生不如死的感觉。哎，叶导，我操你姥姥！叶导，我操！这就是背叛大日本皇军的下场。想知道有什么下场吗？落在你们手里，还他娘的能有什么好下场？大不了就是个死呗。木村，看在我老张为你出过力的份上，给老子来个痛快的！来个痛快，哼，倒挺有骨气的嘛。那这就有负野岛大佐物尽其用的一番美意了。押进去，走。司令，现在人越来越难抓了。上一批我们就拿几个老弱病残混进去凑数，结果惹得野岛立雄发了大火。现在这一批还差五个人，没法提。那就赶紧抓，给他凑齐了。司令，不能再在赵州城抓人了，属下担心他们会。报告，陈嫂。报告司令。陈嫂，什么事情？报告司令，属下带人在外头又抓了一个青壮年，您看如何处置？陈嫂，你可真是雪中送炭的，此举看得出你对我的忠心呢。属下惭愧，可惜只抓到一个。嗯，一个就够用了，这一批可以起运了。司令，人数还不够啊，还差四个呢。伙房两个伙夫，还有两个花匠，正好五个人嘛。这一批起运。出来！
进去。我要逮着你，我要不把你身上打成肉勺，就对不起我姑娘。爹。哟，姑娘，你怎么？我在山上的时候，小凤姐也教我打过枪。我打得可好了，来，我给你试试。哎，您这是营长给我防身呢。其实啊，防不防身也没啥用，主要是你呀，姑娘，听爹一句话，千万要注意身体啊，不能有差错。你要有差错，爹活着也就没啥意思了。爹，我饿了。啊？饿了？那好，那你说你想吃啥？爹给你弄。我想吃锅包肉。锅包肉就锅包肉，爹就给你买肉去啊。我马上就回啊。爹，以往几次我的情报都很准确，可每次江雪原都没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。奇怪啊，我怎么会暴露呢？代表独立处置你。报告司令，关东军司令部急电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司令部的翻译官，这是久保少佐。嘿，代表独立处置你。报告司令，关东军司令部急电。代表独立处置你。混蛋，这个该死的内奸。进来，司令，我有重要情报向您汇报。九保军，你过来看一下。
你先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再说。他身上有大和民族的血脉，他是我的妻子。正因为他是你的妻子，我才让你来处理。如果你能说服他，作为我们大日本的公民，作为你军人的妻子，那么他可以继续很好的活下去。换句话说，他的生死由你来选择。枪。还可以用它试试一下他对你的忠诚。小琴，看里脊肉。小琴，小琴，接到电话，说伊岛大佐后天要在俱乐部举行宴会，宴请关东军的特派员。哎，您看，我知道了。哦，你去通知久保君，让他也参加。嗨。到底露出真面目了。在日本，像我这么年轻的少佐还是很少见的。在我们中国，像你这样无耻的骗子也不多见。小姐，对不起，等我遇见你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在想怎么处理咱们之间感情的问题。但我相信，爱情与战争无关，政治无关，与国籍无关，那与我的尊严有关，与国恨有关，与我肚里孩子的未来有关。事已至此，请你原谅我。那么简单吗？你让我跟孩子怎么活？我现在是一个女汉奸，一个被日本间谍睡过的女汉奸。你让我怎么活？我肚子里怀了你的孽种，你让他将来怎么活？答应你，不出十天，你就去坐去日本的飞机，到那里过咱们属于自己的生活。那里有樱花，有大海，
有文权，你是大日本帝国的功臣，大家会喜欢你的。小琴，你就不能原谅我吗？原谅你？我连自己都不能原谅，我怎么原谅你？我真是恨我自己，我为什么瞎了眼会爱上你？司志明，你曾经带给我多少幸福，现在就给我多少痛苦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如果你杀了我，可以解除你的痛苦的话，我宁愿死在你的脚下。动手吧。我真的不敢开枪吗？你未免也太自信了吧！我信，我当然信。我对你的感情是真挚的，在感情上，我从没有欺骗过你。你不相信我就算了，只要我自己知道就好了。你别说了。小姐，我爱你，让我们重新开始好吗？啊，忘记这一切，忘记过去，好吗？志明，我以前爱你是真的。可我现在恨你也是真的。小姐，我爱你，我只爱你一个人。你也爱我，对吧？鬼谷司令让我通知你，后天参加野岛大佐举行的宴会。等等，后天我会去参加宴会的，不过您能不能去，就另当别论了。你这么说，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呀？少装蒜了，你就是独立营安插在这儿的奸细。哎，少佐。这枪可不是闹着玩的，把枪放下！跟我走，跟我走！钱翻译，别动！小心，姑娘，走廊尽头有个侧门，你快出去，走啊！你真是独立营的人？谁开枪？要开枪的话。你们两个谁都躲不了。你要是个男人，就把小琴放开。成，她的肚子里还怀着你的孩子。她只是我的一个工具而已。一个中国女人，我劝你还是把枪放下，不然的话，我就要开枪了。把枪放下。放下！我把枪放下，你把小琴放开。
疯了吧？我是你肚子里孩子的父亲啊！就把他了，回日本效忠你的爹。